这里在上下九啊，上下九步行街这里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他们这个传统手艺啊，我今天拍一下这个拉面嘛。在拍嘞。对。用米油啊，好多好吃的。是。一百年前的传统的。这个好像有很多年的历史，在古代就有，好像是吧？几千年了。几千年了。几千年前就有的了，这个。哦，是。以前乡下老太婆都是这样拉的。是是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年轻人过来拉了，年轻人拉啊，是啊，年轻靓妹拉，我看到了，是我去的地方。他心情他拉面拉两个人，不漂亮啊，阿兰漂亮，我放个声漂亮，整个台发面放个辣两个拉面。简字简单都可以。这些都是在古代就有的啊。嗯，是古代的。在这步行街这搞二十几年了，这个地方。哦，你们在这做了二十几年了。这二十几年了。是是是。九几年，香港没有回归，就在这里做。顶着我都没了，这个上下九步行街这里很多香港人的，还有广州酒家那里，很多香港人。这个是用什么线呢？这个线是棉线吗？棉线。哦。普通的。哦。他是不是把那个面部上那个毛汗毛拉掉了？会不会痛了这个？那你看一点点。哦。不是很一点点的，越拉越舒服，有点感觉。哦。麻麻的感觉是吧？很享受的感觉。本身也是像掏耳朵一样嘛。本身也是一种享受，享受那种过程。啊、这都按摩一样嘛，享受嘛。对对对，享受那种过程嘛，我知道了。拉面那个，拉面是美呀。他们在这里摆摊摆了一二十年了。那现在有这个。都是怪个很夹的。嗯。那两个那面都没。那里头小鸡最清楚的呢。那个小鸡啊，那个的。一个不小鸡呀。小鸡，因为他这个妈妈跟妈妈小鸡的，都没那面。这妈妈的最清楚。我看到个报道来，就清楚了。两个人，先生，给你带上车。来，多少钱啊？对对对。我那个天啊，也好，考虑大学了，乜嘢都换，电脑、手机，乜嘢都换翻啦。台啊，你话佢，样样都新，系。
看一下这个街头传统手艺啊，他们在这里摆摊摆了20年，做了20年，专门帮人拉面嘛，点痣这些，这个在古代就有这种拉面嘛。今天我拍一个晚点的过程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在那忙不忙？哎，这都来了。都冇咁痛啦，以前好痛噶，而家唔痛啦。你而家可以啦，拜拜。哦。